现在就来看《读一简说》呢，探讨生死流变的问题，这是习近平老师他的一个领悟的心得，而且生死流变、生死问题，我们必须要去了解。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那习近平老师呢，确实他领悟的这个见地呢，非常的深入。啊，我跟他也非常的熟悉，常常带领联友呢去请教他。 徐老师说啊，易邪以变为章，一卦六爻，无非解说变化之道。易经就在讲说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佛陀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动呢？易经一卦六爻告诉你这些变化的道理。邪易就其便利之意而言，自一己的身心，以人情社会。 以致山河大地、日夜星辰无始而不变动，其实《易经》就在讲变化的道理。我们人的身心，比如说我们的细胞，其实我们时时刻刻、心心念念、分分秒秒，其实我们的细胞都有再生跟死气，都有变化，或者说诸行无常嘛。啊，所以就我们。 一个人的身心，乃至于群体社会、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无时无刻都无不是在无不是在变动中，就无时而不变动。这种变动令人最感烦恼而又无可奈何的，就是生死流变。其中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为什么我到人间来投胎，然后又为什么要离开呢？这就是生死流变。 我们刚开始来说是来到人间的时候哇哇大哭，刚开始不适应，最后开始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成家立业，安居乐业，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一定都习惯了。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我今天来到人间，我开始做警官，啊，又写佛，哎，写讲经。 他、啊、也带领共修，又到各地去讲学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么今生结束以后，又会怎么样呢？这、就是让我们最感烦恼而又无可奈何的，就是对一般众生了、啊、哈，就是生死流变这个问题，此一无奈的问题，如不研读卦爻，则不了解。虽然研读卦爻， 如不研读《细辞传》，亦不了解。习近平老师是从《易经》角度，他在《读易简说》里面用《易经》来探讨生死流变的问题。我呢，对《易经》并不是很深入，我是从佛陀的《三藏说部》经典里面，我去了解生死轮回的问题。啊，那习老师说。 面对这个无奈的问题，如果你不研读卦爻，就不能了解。啊，你纵使研读卦爻，但是你不读《细辞传》，你也不了解。《细辞传》上说啊：“言死反中，故知死生之说；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状，生死流变的意义。” 身孕以卦爻之中，不经孔子阐明，无人能够化解。这几句戏词撰文，就是阐发卦爻的意蕴。那你看，孔子讲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啊。孔子也知道啊，灵性不灭啊，灵魂呐、啊，灵魂不灭啊，迷的话叫灵魂，悟的叫灵性啊。 只是入宿的圣人呢，他没有了解到三世因果，而且呢，儒家只讲一世，没有讲三世。只有佛陀佛家，佛陀讲十二因缘、无名行事，名色六路，畜受爱其有生老死，把这个生死流变，佛陀讲的淋漓尽致。顺着十二因缘叫流转门，灭了无名叫还灭门。 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四灭，四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。啊，处处爱其有生老死灭，这叫还灭门，就解脱了。啊，好，那接下来，齐老师又说了，《系传》寒是注：“死生者，终始之数也。” 李氏集解引《九家易》说：“阴阳交合，物之始也；阴阳分离，物之终也。合则生，离则死。”又说：“交合太时春也，分离痞时秋也。精气谓之神，游魂谓之鬼。”这个《细尺传》韩氏注解里面说啊，你看他不讲生死哦，他讲死生。 死生者终始之数也。你看，一个生命的结束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。所以人时啊，最慢七四九天就可以到人间来做人。假如他有把五界慈善做好的话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不了解这个生死流变的问题啊。比如说，有一个人死掉了，我们的长辈死掉，我们在这边哭的半死。 另外呢，家高兴的半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另外这这怀孕呢、啊，他们这个人，这个老先生往生以后，去到那到，比如说他是张家的人嘛，他往生以后，他说不定啊，还不到四九天，他就跑到李家去投胎呢，那边就怀孕了，呃，那边高兴的不得了，说哇呃，呃，这个怀孕了、啊，有儿子了啊，有有女儿了，这边在哭，那边在那边在笑啊。 是死生者终始之数也。李氏集解引酒家一说啊，说阴阳交合物之始也。你看夫妻阴阳交汇的时候，交火就是交够的时候，生命就来了，生命就开始了，物之实也。神识就入胎呢，啊，阴阳分离。 等到这个寿命结束的时候，啊，阴阳要分离的时候，啊，物质中呢，这个生命就结束了。所以合则生呢，离则死。啊，那交合呢，就像春天一样；分离呢，就像秋天一样，树叶都凋落了，啊。 人经过生老病死，这一期的生命也告一个段落了。那就像人老的时候，就像秋风扫落叶啊。这个枯树呢，这树叶都掉光了、啊。掉光以后呢，其实它一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它还会发芽，它会长新叶出来啊。所以根本没有生死啊，啊。那精气谓之神。 游魂未知鬼，这是第一点。齐老师的啊，他的这个讲解。那么第二点呢？诸如解此戏传不离卦爻，但是解说卦爻就是解说宇宙人生种种事实。因此，戏传阐发卦爻的死生意蕴，就是无人的生死问题。 精气游魂以鬼神形状，就是人类以各种异类生死互变的意义。自古以来，这些儒家解释《系子传》《系传》，他不离开卦窑可是解说卦窑跟就是解说宇宙人生的种种事实，所以。 戏状呢，产花挂芽的死生意义，也就是我们人的生死问题啊。还有精气游魂跟鬼神的相撞，以及投身为人类或者其他各种异类，各种异类就是其他六道众生的死生互变的意义。第三，就事、是、实说，无论生命。 死以父母阴阳交合之际，自己的游魂投入母胎，借父母的精气而成身形，即精气为物之意，此称为生。无论生命终以身体衰老、阴阳分离，由此魂失其所，此称为死。 我们人生命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，就是父母亲在阴凉交火的时候，在交媾的时候，我们那那个神识、那个灵魂就投入母胎了。就像谭西疗法师，他要成念再来的时候，因为他的父母亲到东北的。 一家观音庙去祈愿，希望求子。谭希达法师呢，他跟父母有缘，他就在他母亲的梦中跟他母亲讲：“你的房子借我住。”他母亲听不懂，他以为房子是他现在在住的这个房子，其实他讲的房子是指他的肚子。他说：“我们我我们的房子呢，要我们家男人同意才可以。” 谈起来，我就说你同意就行了。他的父母呢，都做这个梦梦，他母他母亲呢，梦到一位范生，就是印度来的高僧呢，印度来的这个出家人到他房间去，这就是什么？游魂投入母胎了，啊，既有父母的精气而成身形了。那么。 阴阳分离的时候，魂就失其所，就是魂是什么？民间讲的三魂七魄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神世。魂既失手，再为游魂，在遇阴阳交合而感气分相投，又是一生之死。此即游魂为变之意。游魂为变，是此生之计的一大转变。但这转变后的新生命，不一定是人生。 这要看他生前是何机心而定，机心在人可以容救为人，机心在鬼神，在其他动物则为鬼神或其他动物。齐老师说啊，这个魂失去他的依靠以后，变成游魂了、啊。神是离开肉体的时候，在遇到下一次的阴年，阴阳交合的时候，他就敢气昏相投了。 他跟父母有缘啊，有报恩、报恩、讨债、还债这个问题，这叫气氛相投，那又是下一生的开始了。这就是游魂为变的意义。但是呢，游魂也是死生之际的一大转变。但这转变呢，后面的新生命不一定是人生，它不一定得人生。 要看他生前是积什么心，他还没有持五戒十善，如果持五戒十善，他就可以成就当人。如果他贪嗔之重，贪心堕恶鬼，嗔心堕地狱，一次堕畜生，那他就在鬼神道，在鬼道，或者是在鬼神道啊，或者是在。 畜生道，在其他动物啊。第四，俗儒不知生死而魂不灭，更不知人与异类生死互变，往往将死生之说以及有魂为变曲解其意，误人不浅。学易吸血君子乳一则探索细传原理，一则。 博采史事证明，齐老师说啊，一般儒家的人呢，他不知道灵魂是不灭的，神是不灭的，他更不知道六道是互相轮回啊，互为见属的，往往将死生之说呢，跟有魂为变呢，曲解他的意思啊，这个是误人不浅啊。 所以学艺呢，必须要写金之主。要探索细传的原理。二来呢，要一则呢，要博采历史的事实呢做证明。比如说，我们往下也会探讨到的，徐老师说，《春秋左氏传》里面，徐尧及鲧以夷山，其神化为黄能，以入以夷渊，就大禹的他的父亲鲧。 因为治水不利。被尧呢杀死在夷山。他的神事呢化为黄能，这个字不能念熊，它下面是三点，不是四点。啊，熊是能，在下面四点。那黄能呢，下面只有三点，就要练能，是一种很稀有的动物。啊。 在沂山的这个深水之中，它滚呢变成这个动物。又据《左传》呢，襄公三十年，郑大夫伯有在一场战争中被人杀害。至昭公七年，以厉鬼出现报复仇人，郑国人情大惊，逃避。类似事件记载在史书中，难以美几。 证明人以异类，就是人类在三善道跟三恶道，尤其是三恶道转变之理，啊，这是历史可以做证明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再做一个补充，就是是真，什么是学道之人不是真？ 这个是真呢，就是无我。啊，老和尚有开示无我。那么第一点呢，老和尚说无我是什么呢？世间人把五蕴、受,受、受想、行、识当作我，错了。五蕴不是我，我只是五蕴可可的假象。听清楚哦，我只是我只是五蕴合，这、就是指我们这个假我啊。 是五音和合,合的假象，六道众生呢，都是执着在五音里面啊，就是我爱你呢，我很喜欢你呢，我讨厌你呢，我不喜欢你呢，这个都是五音和合,合的假象。那个我，那我不喜欢你呢，我讨厌你了，你给我离远一点呢、啊，这都六道众生都是执着在这个五音里面啊。 所以呢，从中所产生的心是自私自利、勾心斗角、共高我慢、明文利养，啊，所产生出来的心都是贪嗔痴慢理都是迷有颠倒。他升起这个心，这个心是错了，啊，全部都错了，这也可以叫吃人。 念头错了，行为跟着错。这些错误感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，而且造了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所以佛陀才说：“可怜明者啊，就指我们呐、啊。”六道轮回呢，就从这个错误的里面产生出来的，五蕴烦恼里面产生出来的。二，如果你的思想言行是善， 就现三善道，思想言行是恶的，就现三恶道。三善道是善业所感，三恶道是恶业所感，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，首先要看破这些想法、看法，前错了，不是真的。第三，修行就是把真心修出来。 真心里面没有念头升起，一念不生。真心无念，若有念是阿赖耶。真主是无念的，可是呢，那个无念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他什么都知道，这知而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！啊！ 知而无知，无所不知。那个知而无知，那个无知就是离一切相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嘛。啊，那为什么是叫无念呢？没有执着。阿难耶有执着，自信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没有障碍；有执着，他就有障碍了。 障碍什么？他不能见性，见性没有障碍啊。第四，这些现象可以从海贤老和尚的身上看到，对我们很有利益，是我们真正的好修行的好榜样。不是叫你不接触哦，你什么都能接触，但是接触里面是在修行。 修什么？修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修这个。比如说，还是老和尚，电影工来给他收会。他问电工说：“为什么这个月电会这么多？”这就是接触啊。我们现在修行人都什么？我不要接触。我练我练的很好，<laughs> 我监度的很好，他不敢接触。他不敢接触怎么样？老和尚说：“不是不要接触哦。” 就在接触里面去，怎么这难就难在这里了？在里面修行，<laughs> 修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出走。就像我们办活动一样办活动的过程里面，很多人起烦恼，很多人起是非人我，最后呢都怎么样？带着苦恼离开这个团队，这是什么？他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他没有办法做到。 若能转悟，就同如来；就若能转进，就同如来。他功夫展现不出来，所以老和尚说：“你在这里面修修什么？在接触里面修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难就难在这里。”那人家海贤老上有功夫啊！他说：“问电工说这个夜店为什么这么贵？”电工二话不说，啪就打下去，顺便吐个口水。那弟子看不下去啊！ 哎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师傅呢？海鲜老上说：“哦，没有，他在给我烧痒，他给我抓痒。诶，他在跟我洗脸，他把口水当洗脸，他把打耳光变成烧痒，这叫什么？不起心不动念。诶，不起心不动的是谁呢？不起心不动的是法身大事，叫练不退。所以海鲜老上的功夫最少十报壮严土，甚至到长极光净土。” 因为十报状元图以上就发生大事破根本无名，他已经是练不退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已经转世成知了，学到这样，这叫做真修，这才真管用，他就可以了生死了，他出生这了，你轮回了。 就真的做到六祖大师去见五祖峰他就说：“你来干什么的？我来做佛，这个我来做佛做到了。接触万物才能够度众生啊！人从百花过啊，偏立不战胜，禅宗讲境界就是这个境界，接触万物才能够度众生。” 不接触怎么度众生呢？但是问题是一接触你就起心动念了，魂别执走了，你被众生度跑了，不是你度他，是他度你呀、啊。你受他影响啊，受他干扰了啊。真正能度他的要有定功啊。 如如不动，所谓定功，就是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大定。啊，是活泼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的。若只是盘腿面壁入定，那个定不起作用，那个定不起作用。以上呢，是讲到无念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无念就是。 见性成佛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量劫的生死本、吃人饭做本来的本来人，来人就是正的这个五念了，啊，我们就啊引用老法师的开示呢，补充到这里。